可爱小黄忠带鸡走跑不掉。哦，没有鞋子就可以追死他，你就知道这边的新手也是挺新的啊，真的是很可爱啊。定狗机啊，卖照啊！哦，你娘，你他妈的，他真的有双仙术呢，他真的给我买双仙术呢。哦，你他妈的小黄忠，他妈想跑。好，那接下来移动速度就好了。有兵转兵啊。小菜一点啊，把它推光就好了。那貂蝉一样在打单机偷肥啊。哦，那再杀看看小小黄忠。哦，你他妈不要跑！好，那开机走追不到了。好，那他妈的，哦，对面关羽挂机啊，他妈的想说奇怪怎么少一只，好啊，这边也弱智弱智的，他妈的还会遇到挂机，干那个他妈死貂蝉，哦，那他们比较好，点他的人头可以看到他在哪，台湾应该也要这样改才对啊。哦，你开大，来来来。哎，关羽又出来了，这可爱的关羽，我他妈不杀杀他不行啊！哦，关羽最好杀，不杀。哎，靠背啊，会自动跳炎魔啊，所以你这个用招要小心。哇，关羽厉害哦！哦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！我操，会阴我呢！不要不要慌张，一样出冷却的。管理你要刷赛，好，我被终结了，台湾 Number One 被终结了，惨了，这个他妈他一直在撞墙啊！干你你啊，这好可爱，哇操，一直在撞墙。哦，他的脚卡住了，没办法。然后他们的地图比较厉害的地方是你点哪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状况，哦，点这就会看这，然后可以边点边走，哦，不错不错，哦，我被顿住了，我被顿住了。妈，小黄忠，你他妈冲他小的，干你老的！帮他开视野。哦，那真的是很那个。哦，没有关系。哦，那移动速度的话，你要快一点，就是出这个。他妈想抢！哦，他妈的，这阿拉嘎又要让我死了，多吵！我操，他妈的，还好我不会跑。哦，那他妈的大陆版实在是太累格了，真他妈的有点难打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为了我们的台湾队，我必须得加油。哦，是这个回魔。
击力有增加一点点。哦，保护小小黄忠，啊，等小小过来了，那我不能跟黄忠站一起。妈的，我第一次看过貂蝉看到关羽会怕的。真的太累了，跑不掉了，干嘛变越菜了，妈了个逼耶、欸、看一下出反攻速的好了，好，那看一下对面黄忠的装，哇他妈关羽神装啊，哇操你他妈，你刚看过这种天才啊，那对面真的是他妈神装啊！所以这场如果要赢的话，就必须得抓关羽了，因为我们的黄忠比对面的黄忠烂啊！哦，那他妈的可能要死了。你他妈的一会三啊，我操，这他妈要不是太累格的话，我他妈的妈不把他干掉随便你啊，好，那接下来的话要出什么好嘞，算了差不多结束了，我只要抓关羽就结束了，但是我们好像又灭团了，好，结束了，啊，这就是台湾 number one 的实力啊！妈，大陆仔你他妈的台湾 number one 你也敢惹，你真是他妈不得了啊！哦，那这个他可以点击可以抽额外的奖励，那 VIP 2才可以翻。哦，那他们都有碎片可以使用，就觉得还不错这样。好，那看一下经济能力啊。哦，比带点金赚的还凶啊！他妈带，他不是带点金啊，他带应该是带双环。然后那差不多是这样啊。谢谢各位啊。哦，大陆版真的不好玩啊，因为太钝了，你没办法玩。好，那差不多是这样，谢谢各位。全新瑞三重新定义家教新规则。谁说？入门级家教不该锋芒毕露，为什么不能思考联动全世界？谁说必须被空间束缚？为什么舒适与平稳不能兼得？谁说安全不能如影随形？纳智捷全新瑞三，全方位打破主流规则。Luxgen